我继续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民间乡金主社区行动长照站设立已经满一年了，从开始只有十几位的长辈，不过现在已经有超过三十位的长辈来参加。为了庆祝满周年，阿公阿妈每一个人是准备了一项水果夹饼，举办一场同乐会。协会也来准备鸡蛋糕，大家做伙唱着生日快乐歌，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快乐。两大袋的水果甲饼，还有一个鸡蛋糕。阿公阿妈大人是穿一项物件，要快乐举办一场同乐会。大家做伙唱生日快乐，因为民间金主长照站伫只设立已经满周年，每一位阿公阿妈拢带着笑容，非常欢喜。一年前长照站拄成立的时阵，只有十外人，不过现在已经有三十外位社区长辈前来参加。咱有看到咱的阿公阿妈，大家拢笑眯眯吼，来遮足健康嘛，足快乐，而且有找到好朋友，嘛有伴，啊，伫遮会用共同共享咱的资源。尤其咱山顶这个所在，金主这个所在，已经五十年拢唔捌有这种的活动，所以阿公阿妈用讲是参与率非常的高。这嘛是阮的长照站内底吼一个楷模，因为上课大家拢没有缺席哦，啊，足健康足快乐，伫遐学习。有人伫头前带跳舞，这首大家拢非常熟悉的《尖山情》，大家也过会哪跳哪对来唱。有长辈表示，来遮上课是大家上快乐的一件代志。就按长照甲咱照顾吼，啊，如咱这热宴所主办的吼，安尼咱这老人大家都遮拢真欢喜，啊，大家来遮拢算了拢真，老师甲咱教了吼，大家拢安尼真少年啦，拢安尼真健康啦，啊，大家真好咯。真健康，真快乐，真赞！伫长照站带大家上课活动的老师嘛表示，阿公阿妈拄来的时阵，大家拢非常避暑，不过现在拢变甲非常活泼，有活力。长辈的成长，然后是比较会活泼，本正是就孤单的，好啊，然后出来就是交朋友。然后人际关系也变好。在社区上课，唔然有大家做伴，老师嘛精心安排各种活动课程，让长辈会当过着充实的一天，嘛让阿公阿妈拢带着活着笑容。记者蔡浩凯采访报道。